香烟比赛就改革列的国际自由茶反台公路大赛，香烟因为疫情停办，国家今年提甚至初二到初六就会隆重登场的，甚至初四比赛的第三日就会提浪漫台三线展来举行，对全世界26个国家来的300个选手就会来到台湾向下比输赢。中华队还有资深的选手彭俊凯、韩国卢少坚来带头，总共有6个选手来比赛，一定就该期待爱团亚洲男双继续留下台踢组队。先后上一场，各个选手身忙起工前，国际自由茶环台公路大赛因为疫情停办一年过后，今年是台来办。我见两届自由茶选手彭俊凯、老卢少坚等人优秀届新生代选手来参加比赛。中华队比赛之前，还秘密做水土的勘察，也包括还做魔鬼训练，希望做得拿到好成绩。如果有试着可以去抢冲刺分数的话，也许我们也可以在一开始就在蛮前面的名次，像以往的少轩都有机会在第一站穿上亚洲男双，所以我们都很期待。十年初是第三站，龙曼推三线站。总共有156.5公里安冲，包含了3只人士，未经过15只乡镇，弯弯弯弯渡下总界隧道，规律走得宽度将将界好公斤。路况还有2只冲刺点，还过去3点。东莞县因为提前动到变化，难度没提高，两站界比赛，大家都当注意。龙曼台三线的话，它是比较像丘陵地，所以它的起伏很大。主要还是要注意一些补给的部分啊，哎呀，因为天气热，所以又丘陵地消耗的能量会比较大。路况我是加油站，好，安尼比较本日嘅选手感受到安尼客家人嘅热情，也从转播当中，本外官员看到安尼台湾客家人哈，展现那个种嘅哈对自家土地嘅骄傲。当然也希望看到其安详的风景来你台湾了哈。连年五日精彩的比赛，台北站是挑战站，小小陈列桃园市站、龙门台三线站、高雄市站、老屏东人站，比赛今年还有对全球26个国家来届15个水母，总共有120个选手到台湾来比赛，竞争激烈又精彩。下个新闻，请用准前每日台北报道。